从此失去一片天涌情。
冯玉坚过母后，冯玉坚过母后，不要了，下母后，同同床。冯玉母后，可以向外来采金天素材，有何事情呢？其实母后见地，今天不敢作秀，俺都会当，还向妹两人，还今天门外。所以准时来采此题，与你抢了金案。对呀，一了母后抢了金案了呀。凤姨凤姨，是采风过过的素材，你认为上照顾的过程，你来嘞对母后十分的孝孝顺啊。今天来采今天，你母后来抢案你呀。错啊，也非常的怪卡。其实母后今日奉义有本要照，你往本上要照吗？其实母后上讲为你的奉义，随时每日怪卡，采种种素材，乞讨神仙啊。母后交代人儿铭记太深，上讲有一本素招，上来宠爱有三万岁。要多采种言前意，你要多采种言。是，母后。你也不用啦，娘班，母后的言语，非常难讲，你就不谈啦，你莫想看，那后种言。以爱的蒙古国送来这位严肃人，娘班你今天来为你去了这位多彩中年人，对手的严家人，难道有何问题？中年人不准你去，母后。哎呦，鬼王八子啊！我啷个做啊？你乱乱讲话，我就吃你！好啦，啷个你来买子耶？你等我亲吼，啷个啊？个中年鬼哦，个公子啊，你蒙古鬼哦，用看书看到变戆呆啦，不给注意看个中年个发发世界也好啦。当老兄哦，今天还蛮讨朋友诶，个中年鬼个西蒙也是亲将诶。杨队，你这样人啊哈，死农才，你莫小看蒙古鬼，那嘿啊，爱个风雨，生来只为天下个身份啊。一个王子，那一个跑土路面，爱多采种人去。你讲啊，地方面就系地方面啊，俺个王爷爱巧嘿，后台面四方啊，有福气的人，嘿吼，谢谢这位人啦，好，上个小兔子嘿。地下国王啊，地喏，爱用两步千里开来看，爱上富，爱用咱看爱看。可以啦，可以啊，再看看嘛个事情啦。哎，可以哈。再看啦。哎呦，多点咯！哎呀，你要死拢出呀！哎呦，特别是想你啦！哎，讲爱发金本，你无人爱讨厌你呀哈！你爱做嘛个？你跳舞过来看嘞？跳舞看，哎，当保安嘞？哎，放屁嘞？见唔见提起了？哈？哎呀，死拢出！要出过去哦，才有咱来出过啦！哎呀，实在不把我气死！疯啊！母后，请你息怒，继续放屁。就都在中年前期，不一件事，也是一件的好事。那是母后你不放心，上朝那个奉行，他是文臣之女呐。那要个奉爱，要有全身的目的，母后你那是不放心。我为天在奉行的后辈前期，都在中年期间。总来保护伊呀！是凤啊，俺讲讲起来，伊也见地呀，伊是五人之辈，也个凤雄，这位个文臣之人，还一拜蒙古国的江山，这位酷吉呀。那又发生那个太好事情，母后我娘办就好，安尼，俺也不放心。凤五也有全身无衣，安尼吼，唔多在中年，虽然凤雄个后面。好好